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Grace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加州西海岸的 Monterey Bay， 这个附近的一个小镇来取景拍照。之前呢，我看到 James 用这款哈苏500的中画幅胶片相机拍照，我觉得非常帅。今天特意跑过来跟他学一点基本的操作。这是我第一次用这个相机拍照，希望大家能够多担待，多指教。今天我们取景的范围呢，包括一些海边的景，还有海边小巷，会有一些很漂亮的房子。我们今天拍一卷 Portra 160。这个好难撕哦。可以了。这个左右是反的，有点不习惯。哎，这个房子我喜欢，我要拍这个。哇，这个花好好看哦。啊，好好看哦。这个放你兜里吧，你不用拍我手机，你拍这个就好了。我就这样拍一张好吗？哦，这里的岩石，这里岩石很好，可以拍到那个帆船。哇，这个浪好大，可以。嘿嘿，没拿出来。拍完了一张哦。今天是我第一次尝试胶片摄影，这个哈苏500cm 呢，它是模块化设计，真想不到50年前就有这么精妙的设计了。今天拍大概半天的时间拍摄下来，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，因为安装胶片和手动对焦，对我来说因为是第一次，我觉得有一点复杂。后来
练习之后感觉现在已经熟练很多了，但是我还经常忘记拔出，每次拍照之前拔出这个叉刀。我非常喜欢这个相机呢，因为我觉得在每一张照片上我们都要花更多的心思，用全程的手动去调试，比起 digital 的我觉得更加有质感，所以我现在已经爱上这部相机了。今天是我第一次胶片摄影，可能照片不是特别专业，如果大家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我们留言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James 的频道，记得给我们点赞和关注哦，谢谢。